这是什么呀？那是个。等一下，他等一下那光一打，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不会是深圳吗？有可能哦。他会打错字了。这怎么现在有点像一个台里边？再来啊！他现在关掉了灯，待会开。哦。两个小朋友，两个小朋友。这样你看，这样。哇，漂亮啊！两个小朋友。这好。对，好好。厉害吧？哇，好漂亮！我就说你也来看嘛。真好，真好。真好，真好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给大家拜年的感觉哈。嗯。那麻烦你了。哇。有另外一个造型。那这是指挥的、哎、这个。对。他这只是干嘛？这个是指挥的，这个呢？哎，符符。哇。哇，这个太漂亮了。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哇，这个太漂亮了吧？嗯。再来。太厉害了哈！哇，你们这厉害的不能再厉害了。福到了，到福，福到。福到了。再加上那些背景哈。哇，特别漂亮，就感觉是投影出来的，对吧？嗯。投影出来的有这么漂亮吗？投影哪有这么漂亮？你要看人家是飞机啊，那一个点就是一架飞机啊。你看他那造型能摆得这么好哈，他一个点就是一个飞机、啊。关键是哎，你看有一个飞机脱轨了。啊？有一个飞机脱轨了。他那个不是那个是指挥的。他有几个点，他必须把那几个点固定了。对。那几个点才是他们的灵魂，搞另外一个造型了，你来看嘛。他现在正在摆 pose。不是，爸爸，我真不知道他们。不带。哇，这是一个什么？不带。哦，红包，红包，红包。哦，是哦，红包，红包，发红包喽。就不带嘛，不带有红包。哎，红包，红包。接一个，接一个。打过来。妈妈没看到吧？我上次来看的不是这只鸟，是一只鸟的。这过年了嘛，就啊，他这个造型经常变啊，钱出来了，哇，这么多红包掉下来，哇，钱出来了，哇，这个比灯光秀还好看，好，哇，好看十几倍耶，他现在就在摆造型，等了一辆灯，他关灯的时候就在摆，嗯。有一条鱼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哇，两只鱼，鲤鱼，年年有余，鲤鱼跳龙门。哎，这个是指挥的。哇，我真不知道他们居然都不会撞在一起，对吧？这就是人家的控制技术啊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肯定专业训练过。他们肯定练了起码上千上万次。你以为呢？在这里。哦，年年有余。年年有余。年年有余。也没拍好。啊，有意思。哇，年年有余。不简单。好可惜。拍张照片嘛，彭俊元在拍照吧。我一直在拍照。好。那我们都像你的灯笼，对，灯笼应该是灯笼。那拍的，哇，它这很快哦，移动速度。啊！哇！哇，会转。哇，这个太漂亮了！我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哇塞！你看，好，下面这个都摆摆。洗清楚。很恶心。哦哦，完了。新年快乐。那有一个无人机掉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是。新年快乐。春啊。不是，它有个无人机。它外围着热嘛。啊，春节快乐，它是旋转的。哦。新春快乐。哦，展开了。等我。展开。哦，他把它展开。不知道，马上。好嘞。正好。好。